大家好啊！喺呢集入边，我会同大家介绍下 AirBlock。首先 ，AirBlock 系一个无人机，佢同 AmBox 一样，都可以透过 MakeBlock App 去控制。另外，亦都可以透过编程去改变佢预设嘅参数，或者系赋予佢新嘅功能嘅。喺使用 AirBlock 嘅时候咧，我哋必须要知道一啲基础嘅 Aerodynamics， 即系空气动力学啦。除此之外，AirBlock 亦都可以改装成为一架气垫船，可以令佢喺陆地同海上面行走嘅。而家我哋即刻好快咁砌一部出嚟先。AirBlock 非常之容易砌，打开盒之后你会见到一个主控部件同埋六个动力部件。先拎主控部件，然后装上电池，电池喺盒嘅下面会揾到噶啦。装完电池之后，就将六个嘅动力部件以梅花间竹形式装上，它是利用磁石去接合的，所以是非常容易。装完之后打开 MakeBlock Apps， 揀返 AirBlock， 连接蓝牙，那就即刻可以使用了。好了，砌完部 AirBlock 之后呢，现在简单讲一下一些 AirBlock 操作背后的空气动力学。首先 ，AirBlock 點樣可以由地下升到去半空呢？原來個秘密就喺佢嗰個推進器嘅刀片上面嘅。嗰啲刀片有特別嘅形狀，當空氣流過刀片嘅時候咧，喺刀片上方嘅空氣行得比較快，刀片下方嘅空氣咧行得比較慢。呢一個空氣流動嘅速度分別咧，就會導致一個向上提升嘅力量。當個轉動嘅刀片轉得越快，向上提升嘅力量就會越強。當向上提升的力強過 AirBlock 自己的重量呢，自然就可以將它升起了。至於 AirBlock 為什麼可以向前行呢？它要向前行呢，就必須要將它後方的推進器刀片轉得比前方快，因為剛才說過了，刀片轉得越快，向上提升力就越強。當後方的刀片轉得較快呢，後方的向上提升力會較強，所以整个 AirBlock 就会向前倾，继而向前行。至于 AirBlock 点样可以向左向右咁滚转呢？其实个道理同头先向前行一样嘅。如果要向左滚转，我哋就要将右边嘅推进器刀片转得比左边快，咁样右方向上提升力会比左方强，令到 AirBlock 向左倾侧，继而向左滚转。好啦，究竟 AirBlock 点样可以自己旋转呢？嗱，唔知有冇留意，当 AirBlock 系冇旋转嘅时候，佢哋一对对嘅推进器刀片咧，所转动嘅方向咧系唔一样嘅。当一个刀片系顺时针转嘅时候咧，另一个系逆时针嘅，而佢哋转动嘅速度系一样。这个安排咧系避免佢喺度自转嘅。咁如果我哋要佢自转嘅时候咧，我哋只需要改变佢哋刀片旋转嘅速度。譬如话，我想佢顺时针旋转嘅时候咧，我只需要将逆时针嘅刀片加速，令到佢转得快过顺时针嘅刀片咧，咁样个 AirBlock 就会向顺时针方向自转噶啦。今集到此为止啦，我哋下集见啦，拜拜。